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。我们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。我是五藏。我是小次郎。我们是穿梭在银河中的火箭队。白色、白昼、白昼、白色的世界等着我们。就是这样。喵！好尴尬，再来一次啊！这我们的 cosplay 和要求，你再一次啊！再一次！行不行？哎，这顺一点好不好？再一次啊！再一次啊！动漫哎，台词都没有讲好。哎，对啊，你是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 cosplay 台词吧？再一次啊！看哦，很不对。尖叫声欢迎火箭队！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，我们是可爱又反派的角色。我是武藏，拜个腾口啊！画起来好可爱，一无一样可爱啊！我们是可爱又迷人的反位反位角色，会倒位。不行，这很贵的内裤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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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孩节目压力多大？定鬼啊！哎，不行啊！谁摸？张立东，他比较爱摸，他比较会摸，爱摸懂摸。好，那你就负责选嘛，对不对？我选。选的队友呢，不能讲话，所以给你一个奶嘴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想好要挑哪一个了吗？一分钟的时间哦，你先挑好，你先挑好。来，你先把它放在张立东前面。哇，这么重！哇，好重啊！完了，哦，一定是大型的，大型飞过去。然后你拉起来开始计时，到了，好，拉起来开始计时，我们计时一分钟哦，没有猜到的话，那就算挑战失败了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。哎呦！你可以摸战机鲸鱼，鲸鱼，我可以一直猜吗？猜呀，边猜呀。是什么？鲸鱼，不是，小鲸鱼，小鲸鱼，更小鲸鱼。玫瑰怎么像你？泥鳅，玫瑰头掉了，玫瑰头掉了，玫瑰头。我发现他其实没那么可怕，对，你有抓住整只的，你知道吗？抓住整只，看一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对，超可怕的这个。所以张立东算过关了，就过了，过了。来，剩下十八了。哎，我们就过关了，好快吗？早上这样下班有屁用？恭喜过关，马上下班十八啦。我是不是已经过关过一次？啊，对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次你闪。哎，上次你闪，那不要闪。哦，好。我闪，好。没有下班你就死定了。一二三，下班。不可能，我们是下班。火箭队。
反派角色。会去，没事，这样子。我给你声音嘛，一个人。不行。抓我，抓我，抓我！怎么这么多？还是泥鳅是？是什么泥鳅？泥鳅！什么泥鳅？泥鳅！那个有泥鳅，有泥鳅，真的有泥鳅，他有泥鳅进去，泥鳅啊，泥鳅啊，有泥鳅啊，你在干嘛啦？我在做泥鳅。你们觉得吧，就唱这首歌，大哥哥，我要你做泥鳅。没有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没有了，没有被放大了。什么？不送了吧？不要送，要再送一组啊！不要送了啦！再送一组了，好好笑。来了来了，再送一组，再送一组。辛苦的准备。没有没有干嘛？好，再送一组三十秒。我们一队员要求再送一组。是。但这一次呢，我们就三十秒了。好，时间缩短。好，要快很准。好，丰田人，那你来选一个。又选这个三号，三号，你选一个简单一点的，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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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反正别用水吧。打开来看一下，三二一，还没了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决赛，还没决赛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大输了，输了，好，那我要计时了，计时开始，把手放进去，三十秒而已。小心啊！他在旁边，他咬人了！在旁边呐，怎么会咬人呢？什么啦？会咬人？有毛毛的毛毛。然后就眼睛，你的答案是眼睛睁开。怎么了？打开啊！来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分解他的不好。假蜘蛛啊！还有是假的，真的还可以啊！啊，猪年啊，猪年啊！好，蜘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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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组，猜拳猜拳，你们是谁？我们都可以，输了摸，输了摸，啊，赢的捡箱子啊，好，好不好？简单，公平公平。不，我想下班呢。输了摸，你赶快摸你的选项。赶快猜对啊！赶快猜。赵哥，你敢摸的，你就有机会。我敢，我敢摸。来，眼罩来，眼罩，眼罩，眼罩。好，加油。那你可以，你可以选一个。好，那我开始选。好，我选，我选。好，你选，你选。赵哥加油，我运气一直都不错。我这感觉好像。重哦，半轻半重的。哇，是重的，是重的。好，哇 ，Oh my God， 不，不行啊！赵哥，赵哥，我宁愿不要过这一关。赵哥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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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赵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个谢谢，不行，不行。你要一只手就要进去。你会感动啊！我们放弃这一关了。我们一定要过关。下一组就
猜拳，公平公平，我们也是猜拳。猜拳，你说怎么样？输的摸。输的摸，赢的选，赢的选，然后剪刀的时候，屁啦！啊，赢血！哈哈哈哈哈！代言，代言都不会弄，惩罚你，你今天还一些，太惨了！代言，哦，好痛，重不重？哦，这么重啊！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哇塞，重的重的，先不要！哦，我的这么可怕，等一下，还有没有？还没？真的最可怕！不好险，你们是人吗？你搞错了，可怕！好险，我是泥鳅。我是没有。哇，你搞错了，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好可怕！气死了，太恐怖，不行啊！搞错了，搞错了，大还没搞错，我输了。好了，你要闻，就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闻一下。你看你闻，要闻味道，你说不定猜出来就不要摸了。小啦，等会你又闻了，直接猜，就闻猜猜猜。这是什么口水？这是。快点摸啦！摸啦！要摸啦！哎，怎么烂了？不要一个手指，一个手指，一个手指，不要啦！全员起身！这是最后一关了吧？